有些新的补偿能让你复用哦。我不想扣太多血，所以还是会让他偷一下。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恩诺斯不能太大，不然永远自杀不掉。带兵，然后想一下要拿哪一只？先拿这一只吧。那这样可能有机会平手哦。右边，我打右边，好，平手了，不错。只要你不轻言放弃，这阻挡不错哎，给你一下。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还是我要一刷刷三星的兵起来，那我觉得阻挡已经很好了。你还真行呐！赞扬。对呀，应该会赢吗？一排气的边框可以改吗？为什么会有紫色的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自己看就没有，我自己看没有，我自己看就没有边框啊。背刺，背刺。大家有在想要不要走原阵？不可能的。有同学在想要不要走原阵？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哦。有同学在，靠！你真的来了，你真的来了！我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拿你？我有个大鼠党啊，不可能输。那真的要走原阵哦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我知，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原来在卡。原来他在卡桶。好好好。想一下，想一下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把我滚了！我见识过真正的中原之客。不用英雄手下吧？啊？等一下，这又是怎样？这又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我也不太行。先看这个。对哦，你这样在搞我哦，我不可能啊！啊？
那个金币。我们必须团结一心，必须团结一心，问啥了然，问啥了然。啊哈，变得越来越厉害了，真厉害！我等不及想看接下来的发展了。选择这个的用意，我好兴奋啊！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这就是这样玩了，没什么好讲的。只不过我好像有点失误，单纯时间不够。我知道要演化多次一点，但动画太久了。合成几次了？我是哪一只啊？13次。太卡了，刚才漏抓一张了。卡卡的，被我卡到电脑卡了。你们可能会觉得很秀啊，对我来说习以为常。拍谁啊？拍谁啊？刹车刹不住了，这个一定是让你走了。啊、我觉得我刚刚要拿卡嘞，我这个有点烂，这个根本小不隆咚啊！好啦，这个滚了。
还不够强，再找一张聚合体。这个金聚合体有点太少，没关系，再找一张，应该是很容易的。有几次合成了？16次合成。这个抓一下，这几种族，这感觉就不用抓了。这个可以再抓一下。全部架嘲讽也可以友善的防他的那种毒，去毒最大值的，就是跟他拼那个几率啊。感觉这一张不用拿了，不会缺。要的话就是聚合体。这一张的话可以抓一下，这一张羊蛮多的。感觉它会有毒鱼呢，有毒鱼的话要防一下，这个冰一下。想放这个好了，但他有点夸张耶。对，果然打他没关系啊，再跟我嬉皮笑脸。不要加他好不好？看不到了，对，那没关系，照滚。你多屌，不顿，你多屌，开玩笑，还跟我比哈喽，下去吧，我鬼摆，太年轻了。红袍不能摆第一位，他会烧，所以他会先攻，他会先读一个大的，所以我把龙先放到前面，反正他可能攻击不够，
我刚才把66跟同区40几公卖掉，你们可能会觉得，哎，好奢侈什么的，没有，那直接卖，那攻击力不够，他如果是比这个血量还要高的话，我就会输。